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在佛法的八苦里面呢，还有一苦叫五蕴炽盛苦。我们都知道，《心经》里面啊有一句话说：“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五蕴炽盛是一种什么样的苦？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介绍过什么叫做五蕴。那您是不是接下来能谈一谈讲五蕴炽盛它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苦？虽然讲过，我现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介绍一下。《心经》里面讲的这个五蕴呢，就是讲的我们的身心的组成的要素，也就是构成我们这个人生的要素啊，分成精神和物质的两部分。从物质的部分呢，叫做色蕴，色蕴呢，那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这个颜色的色，其实就是呢形状的意思，或者是形态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叫它色。那就是实际上就是物质的、物质啊，物质的现象。那么另外呢，有四种啊，随精神的、随心理的现象的。那随心理现象的啊，有三个，这受、想、行，三个蕴啊。那么受呢，就是即受，就是感受；行呢，想呢，就是就认知。感受以后。认知啊，就是认知是这个是这是怎么回事？行呢，就采取行动了，采取心里边的一种反应。反应是什么？反应怎么应该是怎么样子应付？态度怎么样子处理？怎么样的这个对待啊、所受的这个所受的一些这个这样事实啊。那么这个就是心理的这个层次。那么另外第五个叫做色。那你这个是认识的事，这个是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主体。这个生命的主体啊，是从出生到死亡，以及呢从这一生到未来生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生命的主体。可不可以说是灵魂？也不是啊，这个生命的主体一定是啊，跟这个我们的身体的物质的部分和心理的部分这个相加以后产生的动作产生的动作以后接下来的一种力量我们叫做毅力又叫做的意识。这个就是产生的业就是啊我们的这个产生的一些互动的动作了，心理的动作行为就是心理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身体的行为，这些行为所留下来的一些身口意，身口意留下来的这个力量，这个叫做意识。这个意识呢，就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是照着意识的因，这意识带到往下带，可能这一生就能够受果报，可能有的是在来生再受果报。那这个就是啊，这个生命的主体。那一般的人叫它是灵魂，其实不是，灵魂就变成了永远不变的，永远相同的，而色是经常不断的在变，因为我们照的意越多，那个色的成分就看见是二意是三意，那成分就变了，然后呢，我们受果报的时候，那个色里边的成分也会改变。所以受果报的同时以及造因的同时有受果报，这个色的内容经常在变。那么这个是生命的主体，我们叫做色，这认识的色啊，这个我们又叫做意识的色，这是五蕴啊。下边我也讲五蕴之甚苦，吃甚苦。这个如果能够像观世音菩萨那个样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那就没有苦了。这个是五蕴之甚苦啊，是啊，跟心经所讲观世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是相对的，因为不知道五蕴是空，所以呢是苦，是这样。因此这个在我们呢这个生命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生命过程之中啊，经常的在渴望着、渴求着，经常啊就是不满足，经常的不自在，经常的在埋怨，经常的在怀疑，经常的在嫉妒，经常的在贪求，经常的在嗔恨。这个我们这个心里的烦恼的这个现象是太多了。为什么？就是希望我这个我就是五蕴的身心继承的我，这个本来就是五蕴继承的我，根本就是一个因缘和合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刚才讲不叫灵魂啊，它那个里边不是灵魂，就是一个五蕴的一个实体，而经常在变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色蕴呢，我们身体也经常在变。是陈小姐，你昨天的陈小姐，前天的陈小姐，你在10年20年前陈小姐是不一样的，也许一个小时以前跟现在也不太一样，也不一样的。那么到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变成了中年的老年人了，那就身体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身体就在变，我们心理的这个心理状态行为也在变，那我们这个色的这个内容也在变。因此呢，经常不断的在变化的五蕴构成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但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我啊，没有一个不变的我，但是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不变的我。因此呢，为了我，就是贪这个样，恨那个样，对这个没有的希望争取到，有了的也舍不得丢掉，那个还有的不够的，觉得永远是不够，就是贪得无厌。那么，但是呢，往往啊，我们造的种种的业，必须要受果报的时候，又不想受果报，因此呢，又造更多的业，这个赖债不还债，而且债欠债，那么这个是造了更多的业。因此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叫做五蕴之生苦啊，使得我们这个五蕴呢，不断地呀，来产生呢烦恼，是啊，变成烦恼的工具。五蕴如果知道五蕴皆空，那五蕴就没有烦恼了，就没有烦恼，就变成了修复修慧的工具。如果不知道五蕴皆空的话，那就变成了制造烦恼的工具。那因此叫做苦。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师父告诉我们，五蕴炽盛呢，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烦恼和痛苦。那么怎么样来化解这种痛苦呢？也非常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